小平，看你今天能乖乖写作业，我批准你去看电视，休息一下。哦耶，爸爸万岁！爸爸，电视怎么打不开啊？什么？你把电视机弄坏了？看你妈回来怎么收拾你！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出门要多穿件衣服。是啊，我今天穿的少，早上出门都冻成狗了。狗才不冷，人家有皮草。乖哟乖哟，不哭哟。孩子饿了吧？快给他喂奶吧。流氓，你再吓我孩子试试看。看完不过瘾，微信点击添加朋友，点击公众号，搜索哈皮一家人，添加关注，拯救各种不开心。看完记得点赞分享哦。